大家好，我是小红，关注老年养生，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。阅读前，请您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。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欧美雷迪斯曾言，一见钟情自古有之，无需解释。诚然如此，情这个字曾让多少人为之倾倒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也总是充满着惊喜和不确定性。所以爱情来的时候，谁也挡不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与身边的人相遇，都是一种难得的缘分。爱情更是如此。在明星夫妻中，吴奇隆和刘诗诗相差17岁，冯绍峰和赵丽颖相差9岁，汪峰和章子怡相差8岁。你看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只要是真心相爱，根本不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。就如冰心所言，爱在左，情在右，在生命的两旁，随时播种，随时开花。当一个女人陷入一段爱情之后，她的生活便会多了几分慌张，因为她心里常常会惦记心爱之人，并且想为他做很多很多的事。中年女人动情之后尤为如此，看上去成熟稳重的她们，在心爱的人面前常常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。一般情况下，中年女人对一个男人动心时，会有四个傻傻的举动。一，时常关心你的身体健康，对你嘘寒问暖。人到中年时，都会特别注重保养身体，在平时的生活中，他们也会注意规律饮食和睡眠，并且还会加强锻炼。正因为自己很注重保养，所以当中年女人爱上你时，她就会时常关心你的身体健康，经常会在和你微信聊天时提醒你晚上少熬夜，不要总吃外卖等等。在你们日常的交往中，她对你也一定是关怀备至，各种的嘘寒问暖。比如你下班太晚，她会问你吃晚饭了吗，你生病了吗，他会提醒你按时吃药等等。一个女人如果对你没那方面的意思，是完全没有必要对你多费唇舌的。她对你的叮嘱和嘘寒问暖，恰恰就是深爱你的表现。二，只要是你的邀约，她从来都不会拒绝。爱情里的一个女人是否愿意接受你的邀约，就代表着她是否愿意给你追求的机会。当我们喜欢上一个人时，最想做的事便是能每一分钟每一秒都能和他在一起。所以如果你爱的女人心里对你也有意，那么当你主动约她看电影吃饭时，她一定会欣然接受。就算她当天可能很忙，只要你给她打电话约她，她都会把别的事情先放一放，赶来和你赴约。可见你在他心中的重要性，爱你的女人才会把你看得如此重，她重视你们的每一次相约，更不愿意让你失望。对你，她永远都会有空。如果你爱上的中年女人也是如此看重你们的关系，那就赶紧向她表白吧，她心里一定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。三，你送她礼物，她会很开心地接受，从来不会冷言婉拒。我们都知道，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愈发成熟理智起来，她们在节日里对于普通异性朋友送的鲜花礼物一般都会婉言谢绝。如果中年女人对你没意思，就算你送的礼物再贵重，她都会果断拒绝。不爱就是不爱，因为她不想和无关紧要的人暧昧不清。而如果中年女人心里有你，那在你主动给她送礼物的时候，她一定会像年轻的小姑娘一样，既开心又害羞地接受，而且过后她也会回馈你一些小礼物，来表明她对你的心意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你还犹豫什么？两情相悦的爱情是每个人心里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别傻傻的不解风情，还在那里观望不前，抱着等待的心理，你的告白如果来得太晚，也许就会错过一场爱情。四，
看你接近其他异性，他会很不开心。可能很多人会认为中年女人在感情上一定是善解人意的，其实你想的也不完全对。中年女人要比年轻女人更稳重些，但是当她对一个男人动情之后，她也同样爱吃醋。当她看到你接触其他异性时，她会明显的不开心，甚至还会因此而生你的气。正因为他们这个年龄段之前的感情也许伤过他们的心，所以才更会在意现在的这份新的恋情。他们害怕你会负了这份爱情，害怕别的女人把你从他身边抢走，所以才会有一些无中生有的猜测，才会莫名其妙的吃醋任性。其实中年女人更需要男人给予的安全感，爱得越深越会在感情方面变得小心眼。男人应该要理解，平时多注意和异性保持好相应的距离，才是给他最真的爱。中年女人爱上你的四个表现，别辜负。懂你的人和真心爱你的人不会计较你的过多的无理取闹，不是吗？在我们的生命里总会遇到某个人，他会打破你的坚持，成为你的例外，成就你这一生的幸福。当一个中年女人时常关心你，乐意接受你的每一次邀约和每一份礼物，在你面前她也会吃醋，有点小任性时，那就足以说明你就是她心中那个唯一的例外。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错过一个爱的人，只是因为不懂爱，没有注意到对方对你的暗示以及真情流露，白白错失了良机。所以说在感情里学会懂爱，学会彼此间的良好相处，学会让关系变得更亲密，能够让你更好地把握对方的心，早日得偿所愿。如果你遇到这样深爱你的女人，还有什么理由不去主动表白呢？只有你主动了，你们之间才会有故事，你们也才会拥有最美好的爱情。你可千万不要傻傻地错失了良机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麻烦您点点订阅吧。